玲珑星外形俊朗帅气，因《步步惊心》中十四阿哥一角而走红的他，屡获大荧幕青睐，帅气的外形为他加分不少。流水的女朋友，铁打的林更新，王思聪女朋友是换了又换，但是身边的好基友林更新却从来没有换过。由此可见，王思聪和林更新的关系可谓是铁的不能再铁了。这不，大热天的王思聪又闲不住了，约好基友林更新玩起了烧烤。当然身边少不了美女作伴了，王思聪正在和林更新交流怎样做烧烤更好吃。传授完技巧后，林更新开始像模像样的做起了烧烤，身边的这几位美女完全沉浸在了王思聪的绝技里了。后面一位美女还用心给思聪扇扇风呢，服务相当周到。尽管林更新卖力的弄着烧烤，可是边上的六位美女注意力完全不在他身上，估摸着他们的心思早已被王思聪给收获了。美女加美味，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啊。王思聪和林更新可谓真当玩得开啊。这两位兄弟哥们连找女友的标准都是相当一致，网红美女一箩筐，最终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不过玩归玩，林更新的演起戏来也是蛮拼的，而好兄弟王思聪每当林更新有新戏，他都会鼎力支持，